牛黄解毒丸，处方牛黄五克，雄黄五十克，石膏二百克，大黄二百克，黄芩一百五十克，桔梗一百克，冰片二十五克，甘草五十克。性状为棕黄色的大蜜丸，有冰片香气，味为甜而后苦辛。炮制以上八味，除牛黄、冰片外，雄黄水飞成即细粉，其余石膏等五味粉碎成细粉，将牛黄、冰片研细，与上述粉末配盐或筛混匀，每100克粉末加炼蜜100到110克制成大蜜丸即得。功能主治清热解毒，用于火热内盛、咽喉肿痛、牙龈肿痛、口舌生疮、目视肿痛。用法用量口服，一次一丸，一日二到三次，注意孕妇忌用。规格每丸重三克。贮藏秘方摘录中国药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